到武汉，那再来是世界大学运动会筹备情况，还有我们比较重要的去年的都市更新计划跟公园住宅修正，那会花点时间来谈一下哈疫病门户的开发情况。武大案不管它叫弃案还叫奇案异还是怪案，不管怎样它是一个需要去解决问题，那这是本人一贯的态度，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因为在我们上任以后也不可能说把这些案子当作它不存在，更何况它在整个媒体已经传扬这么久。我的态度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在过去的这些问题当中找出可以改正的地方，避免它以后再发生。所以事实上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相当清楚，那些什么推旧的事情就切给廉政委员会去处理。那事实上在廉政委员会我会要求他们说，能不能在这些问题当中把真正要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找出来，那我们这些针对这些根本问题是不是要设定一些新的制度来将来避免这些事情再发生。那廉政透明委员会有相当多人在行政，这是一个新的机关。事实上他这是郝龙斌市长的廉政驻单中心再给他加上一些改变而已。以前府外委员很少，我只是让府外委员变成上任之二，目前21名里面有14名是府外委员。那我们大部分的府外委员是透过公开甄选然后自由报名然后去录取，当然我们有在市长室会议按照这些报名的人做一个筛选。事实上廉政透明委员会不是只有去处理说以前的人做错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不是要能够让各局处建立一个所谓的签名印象指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案子当中能不能去找出有哪一些是以后可以改进。我们来看看这五大案其实被分成两大类，一个是 BOT， 一个是联合开发。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案子大概简单的来说一下目前的处理状况。三创案它是前监察委员蚂蚁工当召集人，它有几个调查的重点。我们当时是以停车场的名义来经营雇主事业，这个道理在许可的范围跟程序都是对的。第二，我们为什么容许高价值的资讯产业专用区的土地用来当停车场的使用？如果当时直接设定地上权，以市价的35%到70%的作为底价，而且以一次缴清作为条件，是不是对台北市政府及市民更有利？第四，目前的停车场并非是法定的都市计划停车场用地，这是否符合促参法的优惠？最后，本案用地在按照都市计划并不鼓励车辆进入，因此在这个地方做停车场的规划是不是根本就有违都市计划的内容？那目前这个案子还没结案，那我们有后续的调查方向有三点。第一，事实上本案在一开始是以设定地上权作为出发的，为什么财政局的签案到最后会改成住宅的 BOT 方式？这个决定导致了市府跟全体市民的权益受损，也因为依据分审项目的分配，权利金最高额只有10亿元，而跟原来财政局所拟定的设定地上权的方案，权利金损失至少是20亿元。最后，本案当时按照促善法是以设定公共停车场作为招商的主体事业，但是后来的分审项目却是以资讯产业所谓的户主事业来作为分审项目的重点，这是第一点。那么目前三创先开幕，本人的立场对于年轻人要创业，我们还是可以支持赞成公事公办。因此目前三创案还有几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空调还没通过 LED 灯跟光调外墙，这还没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通过。另外8、9、12楼它是更改用途，跟原来的计划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允许它变更，但是对于权利金应该如何修改，这还在讨论。另外，我们希望三创是能够带动这个大大的商圈的发展，而不是在一栋起来以后，其他的产业都关闭。因此，目前台北市政府商业那个产化局有成立一个大大的商圈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要要求三创必须尽到他企业的社会责任。另外，当时三创是因为人本基金会才能够得标，这是加分的重点项目。因此，我们希望三创基金会能够扩充到五名的董事，而有两名的董事是由台北市政府指定，让台北市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督促三创基金会做他该有的责任。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说，三创能够给我们市政府有足够的一些使用权，来达成他原来创立的目的，也就是育成的青年创业。中间代，这是高中两张那个小组的组长，要查重点有几样。原来有要求回馈空间，后来删除以后，因此损害了本案的公益性。第二，我目前所说的权利金根本不足以支付临近中间古迹的修复费用，这和当初办理 BOT 的目的是违背的。BOT 还是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因此当时会同意 BOT 但是希望说能够保护中间古迹，也能够发挥发扬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因此目前的现况并没有达到原来设定文化创意产业极限基地的政策目标，所以这个 BOT 是有违反它原来的目的。对，最后关于权利金回馈收入的金额比例如何决定，是否过低，以及谈判的过程是否合理，还有园区大楼的租金定价是否合理，这些都是调查的重点。目前中研案也是还没结案，那后续的调查方向有两样。第一，开发权利金跟营运权利金低估，土地租金的收入约定条件有问题，造成目前根本收不到钱。另外，文创基金会的管理需要再精进，因此建议台北市政府跟台北文创要重新谈判，来恢复市府的利益。更重要的，中研文创还是要维护它原来扶持文创产业及符合它当时设立的目标，这还是重点。因此，目前跟中研的谈判目标有两条：第一，这个 BOT 案必须是对文创产业确实是有利，因此商业面积35%的上限还是必须遵守；第二，必须保障市府的权益，应当依据营业总额来收取权利金，避免市府的权利金管收。那我们是希望富邦跟成品他们自己的争议自己要去协调后再来台北市政府报告。再来是今天大家最关心的永隆巨大案，这是由郑文龙当主管。侦查的重点有三样：征程委员会的决策跟预约过程是不是由人为刻意主导，各富航客运厂商导致市府的损失权益；第二，大巨蛋 BOT 的招商公告跟申请事宜阶段及公告期间，似乎有隐匿招商讯息，是远雄独家得标具备有利的开发条件；最后，大巨蛋变更协力厂商后的规划变更过程，甚至在于决议通过后，最优申请人重启的投资计划书及双方议定兴建营运企业之条文内容，均有违反促摊法相关之规定，有涉及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大巨蛋初步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他有提出10个问题。第一，权利金会说，因为一开始是有权利金，可是经过10次的缔约，到第11次，权利金突然不见，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大巨蛋一定会亏本，所以当时是需要附属事业的收入来填补大巨蛋本身营运的损失，可是这一条条文被删掉了。这个条文被删掉以后，将来整个大巨蛋的营运是有问题，因为这样它亏本到底是谁要去补贴？所以删除附属事业收入填补公共亏损的条文被删掉，是一个目前在条约上严重的一个缺点。台北市政府自己放弃的接管权，台北市政府同意远雄转让输出营运资产，台北市政府当时意图让它可以改住宅使用，再来是投资计划书财务明显变动，再来是策划协力厂商，还有一点，先期规划厂商为什么到后来变成了协力厂商？公告期间有提示隐匿招商讯息，是远雄独家得标。最后，台北市政府曾经违法承诺远雄变更复制计划，所有这些资料目前都已经在台北市政府的
振动度的广泛可以找到，这是目前的十大里面。我个人在看大气站这个的规划案，事实上大气站原始的规划是对的，我们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本来除了大气站外有两栋建筑，这两栋建筑理论上他们的营业收入就可以足以支付大气站的支出。我相信厂商也是做过财务的分析，才有人敢来标这个案子。但是在得标以后，因为贪婪的财团跟复杂的政商关系，多出了很多的大活出来，特别是跟大巨蛋相连的这一栋商场，把大巨蛋挤进去，也因为这个商场造成了目前很多的问题。我查过当时的数据，如果不是郝龙斌市长已经刻意给他剪掉一些楼地板面积的话，今天的问题更严重。我们来看看，从原始的设计变成今天这个设计，产生了哪些问题？这个商场把这个原来的地带往这边压缩，本来这个市民广场是有90米的宽度，现在只剩下45米。也同样的，这个蛋被压扁以后，本来这个地方是有100米的宽度，现在只剩下50米，也就是都被这挤了一半。美国驻台的 AID 处长施祖文真正来拜访，他问我一个题目，他说：“孙中山不是你们的国父吗？”我说：“是啊。”他说：“哦，我们美国人哦，不会在华盛顿哦，一心一战哦，在林肯纪念馆前面哦，带着气弹把它挡住。事实上，我们将来的大巨蛋一旦盖完，国父纪念馆前面就被这个大巨蛋所挡住。另外，一开始的设计，这个古迹跟大巨蛋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切角。目前这个古迹跟这个大巨蛋相当的近邻，这是造成目前哦大巨蛋在开挖过程古迹不断破坏的原因，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近。另外，大巨蛋往下挖到22.6公尺，距离捷运站只剩下12.7公尺，这个设计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只是很危险。也就是说，目前的大巨蛋的设计，它本身在计划上就有缺失，造成它就是有危险，它就造成对古迹造成破坏。也因此，在建造过程当中，有需要更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最近，我们针对原始的设计做了一些风险的研究。目前在安全检查上面，第一个问题是建筑量体过大，导致整个灾害风险剧增。原始的建坪是9.58万平，现在是4.9万平，也因为楼地板面积的大量增加，增加的量为整个大巨蛋的承载量变太大，这也让整个救灾会变得比较困难。第二点，全世界很少有大巨蛋跟商场是直接连在一起，那为了要盖这个商场，他如果加一个防火区划，区划下去，整个大巨蛋在这一面，它的疏散就不见了。那也不可能不加一个防火区划，但是就是说，因为商场与巨蛋的共构，也造成了安全的危机。再来，据我所知，全世界只有大阪的巨蛋，在巨蛋底下是有停车场，一般的大巨蛋底下是没有设停车场。目前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可以放机车3800辆，汽车2226辆，装卸车56辆，大客车60辆。更麻烦的是，目前的整个停车场是在地底下，把整个所有5栋大楼全部连通。一旦发生火灾，浓烟如果向各个层楼去延传的话，去蔓延的话，会造成所有的楼层、所有的大楼都受到危害。有人会讲，停车场火灾的机会不低，我同意，但是遇到恐怖攻击就还是有可能发生。这是目前这个停车场在地底下把所有的5栋大楼都连接起来，这是在安全上造成了一个死角。再来，也因为建筑量的扩增，造成户外空间不足，
目前跟远雄有一些争议，远雄认为在地下二楼、地下三楼那些空间就可以视为是逃生的空间，但是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把地下室的空间视为是逃生空间，因为人在危险的时候是往地面逃，会往地下逃。OK， 这是我们跟他在判断逃生空间上面的一些争议。再来，按照研究原来的计划，外面的空间每一平方米会站十个人，但是我们认为用世界的标准，应该是每一平方米只能站三个人。更重要的，这些外面的空间必须把栋数的空间、楼梯的空间应该要排除掉。更重要的，要把救护车的动线要排除掉。也因为大家在标准的选定上是不同，都会造成说他们认为是安全，可是我们用实际的方法来看，认为是不安全。也因为这样，事实上我们的消防局长在研究这个消防救灾就觉得相当困难，因为空间不够，所以一旦有事的时候，人会挤到中交东路跟光复南路，所以让救护车会更难进入。远雄曾经在记者会说，等人群疏散完以后，救护车再进来救，这显然是一个不太合乎逻辑的说法。也因为消防救灾面临困境，所以事实上在整个目前大巨蛋的设计是有很多困扰的。那刚才讲过，全世界很少在大巨蛋底下设一个这么大的停车场，因此这些停车场都会在中间，不管从哪一个方向进来，救灾上面都是相当困难的。另外刚才讲过，因为大巨蛋跟松山湖创园区实在是太接近，因此在整个兴建过程当中就对古迹不断的造成破坏。那这些照片可以看到古迹在破坏的状况。那事实上针对古迹的破坏，从102年开始，四月开始，文化局就要求说业者将来在古迹破坏后一定要修复科学后要花给他使用执照。那事实上我们要求他每半个月要送一次监测的资料来给我们查核。那在今年4月10号，因为古迹持续的破坏，因此我们文化局已经对对方提出了民事的诉讼，在4月21号更进一步提出了刑事的诉讼。目前大巨蛋初步调查结果有几项：第一，由专案小组访谈相关当事人，我认为还是要遵守程序正义。那在完成程序以后，我们会将全案哦签成核定以后，用本土的名义再送法务部去处理。因为台北市政府的行政委员会并不是司法机关，也不具刑事调查的权利。另外，政风处会发函给相关权责机关去参考调查报告一些办法。最后，目前法务局会按照本案所依法警约的事件会进行研议。更重要的，大巨蛋后续的处理，我想不管怎么做，我们还是听听民意。因此，我们会举办听证会或公听会来处理。现在我来，抱歉。现在来跟各位议员同仁报告一下，在过去一周当中，关于大巨蛋停工的一些问题，有人会认为这是在决策上反复不定。我来这里向各位报告一下，事实上这些决策它是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确保自己的安全。由建设数值来看，事实上在3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古迹跟捷运是有受到损害，当时就发现这已经超过了行动，因此我们当时就要求远雄公司必须有改善计划。结果到了4月中，问题还是持续存在，特别是古迹那边的监测值持续在恶化。因此在4月以后，我们要求捷运自己要进去看，一开始是每周进去看，后来变成每2天要进去看。我们从4月中开始派捷运进去监看以后，到了5月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数值还是没有改善，特别是松烟那边的监测值还持续在恶化。因此在5月12号，我就直接要求我们的大巨蛋筹备处很清楚的要求，要远雄提出到底
你的警戒值，你的行动值是什么意义？倒立目前操作这些行动值，你要怎么处理？还有你的倒立整个全体的这个计划到底怎样？到底那个大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而且当时我还特别要求他在5月19号要把这些所有问题要有明确的解释。结果到了5月19号送回来的报告，远雄给我们的函件还是只有一张，当然有一些图片的附件。应该这样子，整个逻辑思考还是以市民的安全为首要考量。目前远雄倒地那个大是什么时候被完成？一开始在3月他承诺7月会完成，事实上在更早以前也有说6月要完成，变7月再变成8月。因此整个因为大体没有完成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再来，明明我们的建设数值发现它一直在恶化，特别是中越那一边，而且我们很明确的要求他提出具体的公安改善计划。因为既然这些建设值一直在变化，你总是要给点交代，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预防。远雄有提出说他们有提出一个300页的计划，但是这是鸡同鸭讲。我问他这个改善，这个如何防止古迹继续被破坏，你不能给一个报告说你将来要如何修复古迹，这是鸡同鸭讲。我问你 A， 结果你就答 B。 上个礼拜我们建管处的同仁发现远雄公司有81处未按图施工。我要讲的是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的，不是给人民参考的。我要求你要提出公安计划和自治主义，而且更重要，我发现你竟然没有按图施工。因此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要求他依据建筑法第58条勒令停工，而且逼迫他提出改善方案。停工以后我们要求依据台北市建筑管理自治条例第21条，营造商及建筑师必须维护工地的安全。因此在停工后有哪些安全措施是必须执行的，由营造商及建筑师必须来跟台北市政府报备。有危险的治愈的项目，我们是可以让你先行报备施工。简单的讲，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有些原则，我们要求即使是停工，作为营造商你必须严密监测状况，高度警戒，机动应变，台北市政府24小时都可以让你接触，你都可以来。如果你有那个先行报备施工的项目，我们24小时受理。最重要的，你必须限期给加速的完成大体工程，不要再拖了。因为一直拖我们就继续有危险。最重要的，我们要求你具体的提出公安改善计划。因为在过去3个月当中你都一直没有提出公安改善计划，这也是我在这个地方要讲。每一个企业有他对这个社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就牵涉到你的公安。你不可以给我拖了3个月，你没有公安改善计划，明确的告诉我到底你要怎么做，如何防止那些建设值继续变乱。你也不能一直拖。事实上到底这个大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是我相当关键。特别是在这个图上这两个白的地方，这是最接近捷运线，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清楚给我补齐，不能按照你们原来的计划做到8月15号才完成，这个无法承受。我因此要跟大家讲，这个大巨蛋的处理过程我没有接受管路，因为这是我的逻辑非常清楚。一，先保障市民的安全，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才跟你谈说市民的权益，最后才谈论说那这个大巨蛋能不能盖好看一点，能不能成为台北的地标。因此在后续的处理我们还是会坚持公安问题要解决，特别在施工中如何防止古迹跟捷运的继续受到威胁。 OK， 那将来这些古迹的损害跟捷运线的损害到底你要怎么去修复，这都是在讨论的。在安全问题被彻底解决以后，我才跟他谈说那么按照监察院提出的39项纠正意义，
妓院还是要修改，因为事实上当时针对监察院的纠正39项，在郝四五时代就跟他们谈判，只是谈了3年一直没有结果。我认为依法行使，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所以我要跟全体市民来报告我的决策没有满足，因为我的决策还是有它的中心思想：一，先确保市民的安全；第二，安全的问题解决，我才会跟你谈权益，那最后才在考虑说是不是让这个建筑可以好看一些。这是我要跟各位报告的。美和市案，王小玉是小组长，他的调查重点有这3样：政府以交通目的当作理由去征收民间土地，那后来让建商、建建大楼在转购市政，这个是不是有违法事实？再来，为什么会高低估这个市府的土地权利，而高估建商的建筑价值，导致后来市政府在分配权利的时候受到阻止？这个有没有处理投资人？再来，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根据投资人也就自身这个建议来分配这个资产？我看会议记录上面是这样记录，日正生说这个办公室跟比较好赚，所以这个给台北市政府。那个住宅哦，比较难赚哦，他们自己处理就好。我要问的是，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种爱国商人？可是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听日正生的话，而且选择了商业办公大楼、跟商场、跟车位，而不是比较高价值的住宅？那目前我们初步调查结果有这3样，也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高估了建筑的贡献成本，低估了土地的贡献成本，这个造成台北市在分配权益上的损失。再来，为什么我们按照日正生的建议去决定分配的资产？这是目前要调查的结果。那在郝龙斌市长在卸任之前，已经对日正生提出了76亿的要求的这个赔偿。那目前本土跟日正生有在进行这个法律上的仲裁。那我们还是希望说，76亿是个基准线，至少还是为台北市民跟台北市府争取最大的权益。另外，关于整个建价制度，我们认为需要检讨修正。那这个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研讨会当中，已经针对将来怎么建价、怎么分配权利，有一个新的 SOP， 我们会上网公告，那让市民来大家提供意见。双子星案就比较简单，因为他当时没有完成，所以事实上我们目前顾中华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们要厘清的是，在整个行政流程跟招商策略有没有哪些应该要改进 ，OK， 应该修正，来作为我们将来招商的参考。另外，在这个案子在招标、评选、缴交履约保证金以及与地主签约的相关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另外，外国厂商是不是要经过驻外单位的认证？如果没有查核的话，也没有财务征信制度，也没有保证金的制度，是不是会造成现在这个案子的缺失的原因？那么捷运局也应当先做财务规划，针对各投标者提出资料来先做预审，来提供评选委员会的参考。这些问题是我目前还在调查的。那么后续的调查大概有3个方向：一，有没有公务员涉案；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欠缺的投资信用人的查证机制，特别是国外的公司如何去做财务征信，还有财务的规划是否符合实际情形。那关于联合开发契约这些相关疑点，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追查。事实上，政府大案对我来讲，重点不是在以前做错了什么，而是如果重来一遍，它到底要怎么避免。因此，在5月18号，财政局已经开了一个 BOT 制度研讨会。事实上，我们发现目前的 BOT 制度是有些要修改的。目前的 BOT 常常有那个50年到70年的契约，事实上，明年的利率是多少，现在都不知道。你怎么有办法知道50年后、70年后的财务状况？因此，
目前的权力已经应该要定定一种定期的检讨制度，而不是便宜形式一次就把它签订，那将来50年不变。我要讲的是 BOT 的制度一定要全盘更新，目前的 SOP 要改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预测50年后、70年后台湾的经济状况。另外，在整个审查过程当中，专业度、透明度要怎么做？事实上，我开玩笑说，我们去年有这个318决议，我们不是反腐嘛，我们是反黑箱腐嘛。因此，目前的 BOT 案可以躲避整个议会的监督，所以是不是要比照所谓的两岸监督条例？对这种重大的投资工程，是不是我们要开始思考，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普惠监督条例，而不是让台北市政府蒙着头在干，那到底在干什么？没人知道。也就是说 ，BOT 制度的确是有些很多东西需要改变。那么，我们目前已经把这个 BOT 制度的修正案啊，有一个完整的 SOP 已经上网，在台北市政府的网站，那也有留下一个留言的系列，欢迎台湾的民众大家上网去看看。也提出他的意见，我认为重点不是过去，重点是将来要怎么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个更完整的 BOT 制度，让这些可以进行。同样的，昨天捷运局也主办了捷运土地开发制度的研讨会，也是针对土地联合开发过去的一些缺点，我们有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我想在这一两天我们整理后也是会上网公告。那这是 BOT 制度的研讨会，我讲过，我是很相信 SOP 的。我认为有好的 SOP 可以减少很多混杂、很多疑惑。因此，我们把目前的这个 SOP 哦有上网，那么民众都可以上去看。我也欢迎，不仅是台湾的民众，也欢迎各位议会的同仁上去看一看，到底这些制度有没有哪些需要修改。因为美俄事案，后来几乎整个联合开发案都停掉，因为没有被所长赶赴，所以我认为还是建立制度以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制度，让这些可以重新开始，这是我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再来，我们讲一下世界大学运动会，2年后就要世界大学运动会，所以我们跟大家开始好好准备。那报告一下水手村跟开闭幕场地的一些问题，目前。我们的筹备处已经有专职人力92人，我们陆陆续续开始在招募志工。世界大学运动会要参加的运动员达到11000名到12000名，因此我们估计最后的志工需要30000名。因此在未来2年，如何训练足够的志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我们目前已经招募了大概669人，不过在2个礼拜前，我们已经有做过一些广告宣传。我们大概陆陆续续会针对学生跟社会的志工开始招募这个志工团队。那归属也在5月10号到13号来台湾欢迎我们的场地做最后的确认。我想这些场地确认以后，事实上在之前我已经可以拜托各县市的县市首长，如果场馆是在外县市的话，我们会用行政委托的方式拜托他们建造，我们会去负责监察而已。那这需要，所以世界大学运动会不是只有台北市，几乎是整个台湾要动员，特别是北部的各县市。那么这个礼拜，事实上圣火已经从巴黎先台湾要再送到广州，我当天是下大雨，每个人都变落汤鸡。我想，反正这个剩下2个人，我真的要好好准备。大概预算，台北市政府要负担40%，中央负担40%，还要自筹10%。坦白讲，这个自筹听说现在市场的行情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对在未来2年在财务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这些场馆大致都确定 ，OK。那我们看看比较有问题的是网球中心可能要到2017年的3月才会盖好。那设置的市长，我们已经让薛春元副秘书长担任专案的负责人，会盯着这个工程进度。那除了这个是比较时间上比较紧迫以外，其他的场馆目前看来只要认真去做，大概都没有问题。那网球中心我们会特别去注意，不要让它有到时候不能完工的问题。
这个四大运选手村呢、啊，在林口、啊、大概盖好以后、啊、我的想法、啊、大概盖好以后要由这个丰宅管理公司、啊、直接进驻去处理。我认为的、啊、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丰宅管理公司去管理那些房子，然后在四大运期间、啊、暂时借给运动员用，只要比赛一结束，马上就开始转成公共住宅拿出来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对这个公共住宅管理公司啊，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案，也希望啊这一期的议会啊对这个能够支持。因为事实上啊，单单这个四大运选所村啊3000多户这样，不然什么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公宅管理公司啊来处理这个问题。一开始在设计这个选所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说哦，盖完以后哦，比赛结束要怎么处理，没有讨论到。那这时候我跟朱立伦市长啊商量过，后来就说哦，我们暂时去接管。那比赛结束以后哦，再就自动哦，就一人各分一半，台北是一半，新北是一半。那目前选手村的进度是还好，实际上是有超前，已经进度到28%。另外哦。这次贵族的官员来台湾的时候，关于这个主场馆哦，我的态度是这样，先脱钩了。我也不希望说大巨蛋被绑架，又道德方面都没有办法谈判。那贵族事实上已经是同意，那我们在7月的时候会在正式哦跟他说，我们这开幕开闭幕的场地需要变更。不过变更这个开闭幕的场地哦，关于这个赛程啊、交通、维安、转播哦、场馆目的哦、经费预算，还是要做个调整。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的问题需要注意。最后讲公共住宅，公共住宅是我上任以后最认为说在建立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居住正义的确是这一代嘛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公办都更哦来增加公共住宅的存量。对，那也在过程当中就是改善这个都市的基础设基盘设施哈，来完善这个公共建设。那也可以调整整个产业结构。我认为啊，盖房子这样啊，都不用去看国际的景气，都可以相当有效的促进整个台北市的产业发展，也可以促进我们台北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对都市更新，我认为这是改善整个台北经济状况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当然，最后是我们要建构一个宜居的城市，改善我们人民的居住的环境。事实上，公共住宅三部曲嘛。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目前的计划，第一步就是开始把这些过去哈、哦、连开始盖完都拿去卖。我们大概从现在开始哈、哦，台北市政府盖的房子啊、哦，原则上是不卖。那我们也会开始哈、哦、调整哈、哦、那个尺寸。我不认为哈、哦、台北市政府必须盖一些豪宅拿来卖，而是应该把在未来时间哦，我们台北市政府说要盖的房子。应当是比较小平数哦，适合这种年轻人或是中低收入来住。那这是第一步，我们大概从现在开始哦，只要是台北市政府盖的房子哦，已经盖了就算了。那个算起来哦，平均每个月租金会超过3万元的开始会卖掉。但是哦，3万块每月租金在3万元以下的现在就不卖。还有更重要的，将来在建造的时候哦，不再盖那个大平数，而是比较确实比较。务实的来提供哈，一般小老百姓哦比较适合的、比较小平式的居住环境，所以我们会开始这个用租的方式。再来是哈，要推办哈，要推动公办住宅，最重要要中期住宅。因为我去过哈兰州国宅去看过，我就知道为什么兰州国宅没有办法租的，因为你给他租的，请问那些人在住哪里？所以一定要中期住宅。那么目前哦。已经在筹划当中哈，比较明确有进度的是中英国小跟明明国小。那事实上，我们还有其他十处的中低住宅哈，那会逐一的哈提出来跟社会资源讨论。那最后才是利用这个中低住宅哈来进行公办都更，因为有中低住宅以后，提供在公办都更时候哈，这些老百姓哈暂时可以居住的地方哈，我想对公办都更的推动会比较方便。目前我们已经有22个哈地震的公办住宅地点，那我跟他说加个问号，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适当的哈，我们都随时各位欢迎各位议员哈，可以有建议哈，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南机场，我有中立国小跟民族国小，这个中立住宅，
这个已经，我想很多艺人同仁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那少坚社区，这个台大少坚南街，这个因为我是跟台大有些老师都很熟，所以我们也把它并入这个我们公办都更要做的。我想也希望透过这些成功的案例，总是要一些成功的案子让大家有信心。所以我认为呢，因为台大少坚南街这个基地嘛，因为本人出身台大医学，那目前的校长啊、医学院长都几乎都是不是老师就是学长，所以比较好沟通。我也希望说少坚南街这个计划可以成功以后，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成功的惯例来让大家有信心来进行都市更新。那其他包括赛同大同再生计划，还有中正万华的路线计划。事实上中正万华的路线计划两个重点，一个是环南市场，一个是鱼市场跟果菜市场。那事实上鱼市场已经有整个计划，因为将来那个中继的位置是要摆在这个华江桥的华江桥底下，那大概整个时程都比较确切，大概准备好会跟议员报告。只要华南市场跟低火菜市场我们可以找到中继的地方，这些市场的改变会略有优先。再来一次还是要实现居住正义，那也希望我们公共住宅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模式，包括绿建筑的节能减碳的一些概念都可以带进来。更重要的，因为这些公办住宅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建造，因此它是一个居住模式的新典范。也就是说托老所、托儿所甚至一些医疗站要怎么设进去，我们在一开始都会把它放进去，还包括我们居民的活动中心。那目前这些公共住宅的执行计划已经有22个点了，那当然 也欢迎大家在移动意见可以再加进去。不过为了希望在4年内盖2万户，8年内可以盖到5万户，我们需要把目前都发局的3个科并起来成立一个住宅处。过去台北市有这个国宅处，就专门在盖这个国宅，不过后来因为国宅的政策取消以后，这些国宅处就取消了。现在我们要重新要推动公办都更，希望能够在台北市盖5万户的只租不卖的房子，所以需要整个组织改造，在都发局底下要重新设立这个住宅处。这个牵涉到组织条例的更改，也希望各位议员同仁可以支持。我们大概估计要用到106人，不过当然就目前的3个科并进来以外，大概预计还增加20人。不过我想我也不用第一次就补一下，按照工作量的增加逐步的去给它补齐。那另外事实上大概到这个林口公共住林口的这个住这个选手村完工以后，我们大概台北市政府手头上的房子会超过6500户，单单这个只建确定要在盖的这些房子就需要有一家公宅管理公司来管理。那将来陆续在增加的更需要一家公宅管理公司来管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这个会期优先希望议会能够通过的。那简单来介绍一下西西门路计划，就最后让出来的。我们大概在明年的过年的时候会把忠孝西路那个天桥的引道会拆除，那么年底机场捷运线会开通，那所以整个这个火车站地区就需要重新做一个调整，这就是所谓的西西门路计划。这个计划的范围从这个环河北路一直到中山北路，从市民大道一直到忠孝西路。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区域内私人土地只占1%，所以政府可以相当方便比较容易来进行一些公办都更。所以这个计划我们大概目前的计划是6月会上网公招商来招商这个门路计划的委托案。那明年的2月我们把忠孝西路高架桥引到拆掉，那大概在明年到后年陆陆续续也是要拆迁的就会展开，这是目前的整个进度。好，今天简单的来这里报告一下专案报告，这还是我的基本信念
心存善念，尽力而为，迈向一个更好的台北。那最后用两分钟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很多议员都在关心说那个泄密问题。我是一个具有管理能力的人，遇到问题就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一开始就发现说奇怪，是不是同事正在泄密，所以我把他的办公室从四楼搬到了十一楼，就在我市长室的门口就近监管。后来还发现说奇怪，说还有资料泄露。我的态度是这样的，解决民主失灵的问题就用更民主的方法。所以后来我就规定，只要是廉政委员透过政风处去调资料，那些资料就要上网公告，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专，你没有特殊性。所以我想目前所有廉政委员会去调资料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政风处的网站都会公告，所以将来就没有那个说什么只有谁有谁没有问题。我想制度的问题还是用制度面解决。至于洪志敦之前那把那些资料给特定媒体今天下午大家会被送那个人事处，你知道吗？地主下午就会开会。所以刚才汪志坚也在讲说，是不是陷阱？我现在告诉你，下午他就要被处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是这样的，顾问是我问他，他才回答。我没有问他，他就被顾门口，对不对？所以我不需要去分享任何人，能办就办，不能。所有态度是这样。有问题我们就给他改正，能改就改，不能改，不能改就换掉，就那个不能。那在讲那个刘玉玲的薪水，我今天有问过了，其实他是用那个秘书处的研究专案研究员进的，所以那个薪资和给是秘书处没有，这个是有人事处按照他的资历经历去和给，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事实上他的身份是专案研究员，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所谓的四大案五大案也需要一些比较具有这种法律知识的人来帮忙，所以他的身份是研究员，事实上他只是小秘书，小秘书薪水没有那么高。 OK， 所以我想是这样，有问题我们就检查该处罚就处罚如果处罚还是变你就杀掉，所以说我也没有欠什么，不是就是这样。对我来讲，他就是来上班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拉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谢谢各位。